在工作上面就看你自己的那个惯性的时候，会觉得说，那个苦啊，就是一个苦。刚开始的时候是苦，那后面当奋斗久了以后，那个努力过久了以后，就情绪通通都会呈现出来。那个时候就已经快要那个发条了嘛，就是很紧的时候。那做到最近，即使是我是觉得说那个主要的部分交代出去以后，我就发现说我的那个发条实在是再也转不起来了，后面的工作我都没办法去做了。所以我后面我看着即使嘉欣说那个线上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可是我真的是那个要去行动的那个力量是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然后就会发现，哎，有一次腹部变紧了。那腹部变紧的时候，又突然同时观察到，好像有个情绪是想要那个情绪跟那个头脑念头和动作是想要快一点去把一件事情完成。然后所以我后来觉得说，就是在又在感觉到说，其实观察身体可以帮助我更容易去发掘我的一个那个情绪啊，或者是那些急促的那些东西又出来了。像自我观察的课哦，我是觉得在自我观察的这个部分，我有感觉到它好像有扎根的感觉，因为会觉得，不管说在生命里面碰到沮丧、困顿，或者是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记得要回到自己的身上去看待，去看待这件事情，也许就让它像云一样飘过，然后去注意生命的放松。就会看到自己很多部分，然后会觉得很恐惧，那说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更加看到自己其实有这些情绪，只是我没有去处理。那我优先处理的是外在的需求，或是别人的需求、别人的期待、别人渴望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只发现我很希望让大家出现一个和谐的状态，平和的。对，那我都是解决外在的部分，然后自己发现其实我内在的那些情绪我并没有真的。
正视它或是处理它，因为我觉得外在跟其他人那些东西是比较重要跟急迫性。然后后来逐渐发现，其实那些情绪它并没有被处理掉，那它会转化成可能更加负面或更加严重，对，会出现一些不满或是受限。那我后来经过这阵子，然后就有看到这些东西。在任何的时段，如果是有这一件事出来，但我有困扰的时候，我不会急，不会急，然后会去看一看我现在此刻我能做什么。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人只需向内看，就无需向外求。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启发。那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在我来这上这堂课之前的时候还是这样，当然现在也很难脱离这样的一个别人的期待的压力。那可是渐渐的，我觉得我好像有找到自己，然后慢慢看着自己，然后也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这种在片刻里拥有的那种清醒的感觉，我觉得很好，然后也觉得它应该会越来越多。Thank you.
好像在我内心里很清楚是什么，可是要我表达，我就说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只知道说我以后在我生命中我有一个方向可以走，有一个目标，不然以前是完全渺渺茫茫的，没有一个目标，所以活得很辛苦。所以我现在是活得，所以我现在流泪，可是这个流泪是很喜悦跟很感动的，不是像以前是那种负面的情绪，所以很开心。